100岁的慈济志工赖武松阿公精神很不错，看着台上的表演，跟着拍手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艺人王中平用歌声提前祝贺阿公生日快乐。阿公生活简单，平常省吃俭用，把钱捐给慈济做好事。我家常卖，较常卖吼，运动也卖，工会较无法度，得关心一个，做一个英年将士吼。 关起来，这条钱都丢了，来帮助他。他都有在听《熏法香》《人间菩提》，他都有上人的节目，他都有在看，所以受到上人的感动呢，他就发心自己去圆满一个龙洞，这是让我非常赞叹的。 阿公的媳妇黄春英说：“一家都是慈济人，行善行孝的心就是他们的传家宝。”丰原国中的师生同样爱心满满，全校认养1000个竹筒送爱到国际。我们班也是用班费，希望可以全班都出一点力去帮助他们。你只要一点一滴，把每天的一块、5块、10块的零用钱。 把它捐出来，其实付出那一份心意，我相信学童们也会感受我们的爱心。师生们捐出存了一个月的竹筒，每份善念都是无限祝福。大爱新闻，张善美志工中部综合报道。